就那些老师都要还有做伏地挺身24个才肯去啊，然后那他就很疑惑说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学习不好，我们就去跟老师沟通，老师跟你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老师一直觉得我们面子在，那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子，我们派人到你班上，到你班上当一个小助教，弄到旁边去也不行，他们里面叫什么，所以你看我在面对的其实不是人的问题，我都是很多老师学校整个教育当局跟他们开会，一直边开边流鼻血，我真的听不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说你我们派老师检查的程度重新交起来，我说不行不行，我一整班的完整性质只要你让他拿起斧头拿起锯子拿起锤子碰到木头他就安静下来，那不见得，所以我们特地弄一个木工班，但是没有办法学校弄了，孩子放学你知道他用飞奔而来，他可以跑2公里到3公里全身大汗就是胖，但所有的老师都告诉他说你是学那干什么，你的数学怎么样了，你的英文怎么样，他就跟我听不出去啊，我就想要碰碰所以老师就把他关起来，就下课下课没他的课也不让他放那边，让他小孩快疯了，就像你国中把他国小补齐的，就学习也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一个一个都走，连孩子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程度，像我们三百个人我们做测验检查他们的程度，数学停留在国小小三跟小四的百分之95%，所以老师对这些孩子简直是噩梦，他连 ABC 都还没搞清楚，每天要考4个半天，挫折的打击下，他们连 ABC 都搞不清楚 ，B 跟 P 他都搞不清楚，他怎么去背那个单词？老师也不会再重教。那我们要教的时候，跟孩子说你必须承认你不懂，要花1年，他就给你躲避，摆烂。而且学校老师也没有办法去理会这些少数的孩子，所以他从国小减核没有被减核直到国中，国中没有减核到高中，高中没有减核到大学，所以我们孩子有考上大学英文外文系的人，他都会拼错，还读外文系，他一个小时他你知道他多焦虑，走来走去他后来去撞墙，然后才看他长大。其实很多 老师一般来讲，我们看可能都是他家庭他爸爸妈妈这样子哦培育出来，他总是希望他自己这样是一个成就，他一直希望他自己的成就能够复制在孩子的身上。像我们的那个铁工班就很数学化，木工班就很数学化，你要算产期啊，你要算多少片的那个啊，一定会算的，不会算就没有办法当师傅，只用1年，每一个数学都很厉害，什么三角函数都会啊，会，你去学校学学看，你学30年。